先写手点在格子的中间的位置，微微的向右下方斜行笔，左边的点向左下方斜的方向不同的变化，横钩由重到轻要稍微细一点长一点，到末端的话提按压去要重，扶过来拖用笔向上去提按向左下方重叠多一点，这个笔画向右上方斜的由重到轻到这个折皱，再由重到轻向左下方斜行笔，行入笔向右为弧形，下面稍微重一点，重完之后扶出去，注意起笔的与这个勾的地方要在一条线上，微微向右变成弧形，横要长点，圆细一点，注意向上靠，上紧下松，向上向下压，摆完之后以这个横画在这个笔画的中间偏上，使其上面的间距小，下面空间大，上紧下松，起笔时由重到轻，再顿笔稍微重一点，明第一个撇相对要短一点，横撇要长，点向上靠，上紧下松，空间大小要变化，竖画向右下方斜的提按向左下方斜行笔，横画拖住这个竖的笔画，口下面相对要平，上面的吸要斜，一斜一正，这口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横细竖粗。